乡是革命老区中央苏区乡，是大田县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正是这红色基因的传承，这里的人们更懂得珍惜生活中来之不易的甜美。春夏之交，晨曦微露，此时村庄静谧地沉睡着。制糖师傅老陈一家已经开始忙碌起来，筛选优质的糯米，准备制作一种古老而悠久的食物麦芽糖。将浸泡好的糯米倒入蒸笼，用细竹棍插出几个透气孔，以便受热均匀。趁着蒸糯米的间隙，老陈前往窑洞检查存放七天了的小麦。老陈的辛勤得到了回报，温热的气候，充足的水分，令麦芽鲜嫩焦绿，长势良好。这也决定了麦芽糖的品质与成色。将新鲜的麦芽洗净剁碎，此时的糯米已经散发出诱人的香味，似乎正急切地盼望和麦芽的邂逅。加入山泉水、麦芽，充分搅拌均匀，静置发酵。老陈在村中制糖多年，对于每一个步骤都熟稔于心，却丝毫没有怠慢。经过四小时的发酵，饭渣和麦渣装入布袋中，搁在铁锅上的木架子，压上板条，塞在里面的糖浆从口袋里榨出。这样的构造类似一把张开的钳子，操作者通过操纵连接一头的手柄进行上下移动，麦芽的鲜嫩和淀粉的清甜再一次次挤压。四个小时的沸腾后，它们有了美妙结合。一股馥郁的甜香激发而出。古法制糖的起源难以考证，但我们依旧能从他和家人默契配合当中领略到农民劳作的哲学和智慧。金黄柔软的麦芽糖，是我们记忆中无法抹去的乡愁，口口相传中的一股思甜，长辈们勤劳淳朴的言传身教，也将在未来继续诉说着这份记忆中的味道。